这是一个新埔仔站吼，板桥新埔仔站，哦，这足闹热的吼，啊，这是这个新埔仔站的一个市场啦，啊，啊，市场内底足闹热啦，啊，这拄啊一个旗啊吼，台湾国吼，这因拢会拢会来这吼，表示咱台湾的一个意念啦吼。啊，这嘛有一支迄个台湾独立的迄、那个，哦，台湾独立的旗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所在会使讲真闹热啦。哦，啊，咱要表达咱台湾的这个，哦，讲咱是台湾人吼、哦，咱来支持台湾独立。啊，这有一个旗啊，伫遮吼，这算真大支的旗啊，这应该大家拢会看到。啊，伊拢差不多闹热的时阵，这闹热然后十点外啦，吼、哦，这即马人。人较侪啦，因拢会伫遮吼，啊，表示一下咱台湾的意思就对啦吼。台湾建国，吼、哦，伊遮写讲，台湾毋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啦，中华民国毋是台湾的国名啦，台湾独立建国。这是一个咱的板桥吼，民生路二段甲这个文化路一段甲二段这之间吼，这拢足侪咱台湾的这个哦，为了咱台湾独立的这个朋友吼，哎，拢伫遮。说台湾语，恁台湾水，哎，你都要台湾语，唔免中国语。吃台湾米，恁台湾水，我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。闽东台湾拢在做台湾人，伊、啊、这拢定期的时间拢会来遮吼，为咱台湾发声，啊，真正是真，今日会使讲真热嘛，伊毛同款照常吼来咱遮，这个新埔啊，这个市场遮，啊，咱两个感觉因的精神吼，为了咱台湾，独立建国哈，奋斗哈，啊，咱两个钦佩因的精神。啊